上好啊！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是那个比心那个王心月吗？我是王心月。那个，你记不记得我是你二姨家的那个表哥？啊，我没有那么多表哥哎。啊，那个，江哥，你能教我说东北话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你可以跟我学。你瞅啥？你瞅啥？瞅你咋的？瞅你咋的？干啥呢？干啥呢？干啥呢？补了盖儿。补完盖卡秃噜皮了。小哥，你是哪里人啊？我是。我是日本的，我是东瀛的。我是你八年之后的心上人。等你长大了，你就八年之后心上人哦。对呀、啊，你现在还小。那我来个变身行不行？现在可以来变小。巴啦啦小魔仙，呼啦呼啦变身。巴啦啦小魔仙，弹性变，波卡拉变飞。好了，你今年已经六岁了，比我大一岁。怎样？好久，气死喽。喂喂，你说的是我吗？我是王刚啊，我是王刚。我是小丽啊。小丽，哇。小丽，原来你在这儿，小丽，我找了你好久了呀。你找我也没办法，我是不会帮你写作业的。我还刚准备请你去必胜客。哼，小朋友吃必胜客吃够会长胖的。你知道我最瘦的时候多少斤吗？多少斤？我最瘦的时候八斤。我感觉你在我心里就算是八斤的话也很重。啊，是吗？因为你在我心里很重要啊。安抚不好一个200斤的胖子。这，那我感觉你屁股能坐死我，我感觉。